《大秦帝国》第四部，《阳谋春秋》第七章，《流火迷离》。夫人，能记得印记图形吗？吕不韦脸色铁青，发髻处分辨不清，腿根处记得。陈炫蘸着茶水在岸上画了起来。 一是古咒文，一是是楚国巨商伊顿氏吗？对，吕不韦咬牙切齿，这个部族素有恶癖，决然无差。那分明是说，莫胡曾经是伊顿族的女奴。吕不韦一阵思忖。 金云义士曾经在齐国刑徒营做苦役，会否在那里结识了吴越囚犯？逃出后受托救走了莫胡。说不清，还是等他醒来慢慢再问。我看，当仅是寻找那个孩童。他分娩刚刚两日，呀，糊涂！ 吕不韦一跺脚，拔腿便走，来到大池边，却见青州已去，吩咐另来一只平日进咸阳运货的小船，跳上去说声“风金谷”，便下令开船。货船笨重，逆流上溯一个时辰，方到风金谷口。正要弃舟登岸，却闻山道脚步匆匆，西门老总是抱着一个包袱正迎面而来。老爹所抱何物？ 一个弃婴，还活着，火炭一般滚烫。我正要青州先送回庄，好极好极，我便报回。你踏看完后回来再说。说罢，接回包袱，跳上青州。四名水手八桨荡起，小船箭一般顺流直下，回到新庄。 吕不韦立即将婴儿抱给了正在守候的陈炫，陈炫又惊又喜，忙不迭给嘴唇已经青紫的婴儿针灸灌药。片刻间，婴儿哇的一声哭叫，两人才高兴的笑了起来。陈炫又是一番清理呵护，忙碌的不亦乐乎。看着妻子手忙脚乱却又兴奋的咯咯直笑，吕不韦眼前油然浮现出灼招身影。他若是他。 会如此吗？夜半时分，西门老总事归来说，查遍了风经谷人等进去走动的所有废墟洞窟与华月夫人的庭院，没有发现可疑物事。只是这风经谷太大，最好是莫胡伤病痊愈后，再带人仔细搜寻。盲目寻去，只怕是一月两月也没有眉目。 吕不韦笑着摆手，连呼天意，说：“找回了这个婴儿，其余物事与我何干？不用劳神费力，只催西门老总事，说如何找到这个婴儿的。”西门老总事说：“这个婴儿发现的颇是稀奇，他带着两个狐女，正要去华月夫人常去消暑的一个山洞查找。” 却见一道黑影闪电般掠进那座酒窖洞窟，有个虎女叫的一声莫敖，另个虎女说她看见莫敖好似叼着一只活物。老西门心下一动，带着两个虎女提着风灯进了大洞。两个虎女边走边喊：“莫敖莫敖，你在哪里？快出来啊！”洞中却是毫无动静。老西门。 猛然想起，这只神异木偶，送信时对他的气味似乎很熟悉，也很信任。站在洞中高声道：“木敖出来，老夫是墨湖派来的，你看护的物事，我等不会动的。”如此说了三遍，一道黑影倏的从另一个小洞钻了出来，蹲伏在老西门脚下，低沉的呜呜,呜着。 老西门从皮带中拿出吕不韦从洞中抱走墨胡时丢在草席上的一方汗巾，木偶黑油油的大鼻子一耸，站起来摇了摇尾巴，向大洞深处走去。老西门跟进一座小洞，不禁大是惊奇。小洞脚地铺着一层厚厚的茅草。 一个全身红紫斑斑的婴儿赤身裸体躺在一方脏污的小棉被上，旁边握着一只奶头胀鼓鼓的野羊，墙角处有一辆已经变作朽木形状却依稀可见的街轴骨车，黑乎乎的车身还有溅上去的点点血迹，一时间三个人都愣怔了，妈。 齐英还活着，你一拳也。老西门大是赞叹。木偶粗大的尾巴动也不动，只淡漠的瞅了瞅老总是。一个细心的狐女叫了起来：“野羊两奶胀鼓，婴儿没吃奶。”木偶，野羊奶终究难养活人。 老夫抱走他如何？木敖猛然一扯老西门手中的汗巾，汪汪两声大叫。老西门心头一亮，摇摇汗巾，指指婴儿。木敖，他是他的婴儿吗？木敖又是汪汪两声。刹那之间，老西门不禁老泪纵横，紧紧抱住了硕大的狗头。木木，老夫定然。 将他抱回去，交给他，养活他。<laughs> 你也跟老夫去了。木偶的大头蹭了蹭老西门胸膛，绿油油的大眼中湿漉漉一片，摇摇尾巴，再也不作声了。老西门说：“木偶直跟着他走到谷口，听见吕不韦说话，才回身跑了。临走时，他们不见木偶。 找到了华月夫人墓园，墨敖果然孤零零的悬在墓碑前，绿油油的大眼一片汪汪，任谁劝说也不起身。吕不韦听得万般感慨，良久默然无语。三日后，墨胡终于完全清醒了过来，脸庞也重新泛出了红晕。这日午后。 吕不韦吩咐西门老总事守在内庄门口，任何人来访只说自己进咸阳城去了，安顿妥当，与陈轩一起到了后园僻静的病室，靠在卧榻大枕的墨胡一见吕不韦，泪水盈眶，挣扎着要起来行礼，吕不韦连忙上前摁住，笑道呵呵：“今日只说说闲话，姑娘要多礼，我只有走了。” 陈炫也过来笑道：“姑娘，只管靠着说话，一切有我。”说着话，拉开帷帐，打开窗户，煮好酽茶，又捧来一盅汤药，叫莫虎喝下，方才笑道：“你等说话，我换小英子来照料，我还有事忙了。说”说罢，唤进一个伶俐女童，匆匆去了。见莫虎只噙着眼泪，哽咽。 吕不韦笑道：“呵呵莫狐啊，莫歉疚。我说过，你是我胞妹。做嫂者，照顾小姑病榻，有何不可了？”莫狐哽咽道：“先生高义大德，莫狐不配。”吕不韦悠悠叹息一声：“哎，难以哉！” 若是姑娘别有隐情，不为自不勉强。若说配与不配，姑娘却是严重了。上天生人原本一等，若非世道不平，何有个高低贵贱？金云大哥与马队一使，哪个没有非人经历？可他们都是吕不韦的生死至交，情同骨肉，何论？ 配与不配，莫胡一阵默然，蓦然抬头说起了他被先生送人后的经历。莫胡说，自他到了封金谷，便做了华月夫人的内侍家老。华月夫人有个族人在王氏书房做书吏，只私王叔善客，华月夫人因而欲先得迎一人立敌秘书。 这是莫胡后来才知道的。华月夫人与华阳夫人密商谋划，是华月夫人有意告知莫胡，并叫莫胡设法告知吕不韦预先筹谋，可派自己族弟为特使赶赴邯郸。华月夫人却瞒过了莫胡。当莫胡正要发出信鸽时，却偶然从一个贴身侍女的口中知道了特使一事，顿时心生疑惑。 对华岳夫人的虚虚实实难判真假，深恐错报消息坏了大事，决议亲自北上，说个背信。正在此时，华岳夫人却派墨湖带着六名精干仆役东日南下，来春办理三件大事：一是在吴越采炒震泽春茶；二是去荆山置办楚国式样的玉具珠宝。 并有金山玉为子楚打磨三套铭文玉佩。最要紧的一件事，是按照华阳夫人的图样采买正宗楚丝，在营都给子楚缝制地道的四季袍服、冠带各六套。华月夫人反复叮嘱，这是他与华阳夫人给子楚归秦预备的赏赐大礼，与吕公也是光彩之事。 韦莫湖不能办好，墨湖不好推脱，在腊月末启程了。青州一发，墨湖便与仆役约好二月十五在镇泽最大茶厂会面，而后立即单骑飞驰，兼程赶赴邯郸。其实吕不韦与西门老总是恰好不在仓谷西，行程紧迫的墨湖赶到了马队营地，找到了荆云，住得三日。 仓古西仍是空空荡荡，莫胡只好将诸事说给金云，匆匆南下了。二月与仆役们会齐，三月底春茶庄周北运，莫胡去了金山，玉具珠宝定好了，又去营都。一等事体往返办完，已经到了六月酷暑天，回到咸阳已经是七月底了。 风惊谷的凄凉使墨湖大为震惊，本欲立即寻觅吕不韦，但遗留姐妹们的惨状却使他不忍猝然离去。此等大变，墨湖实在没有想到。墨湖啊，往事过矣，不说也罢。吕不韦长叹一声。 我只想问的一事，你可说便说，不可说，便不说，切莫为难。你是分娩之身，那个婴儿可是金云大哥之后？蓦然之间，莫胡如被电击，喉头咕隆一响，颓然倒在了榻上。陈炫恰好感到，轻柔娴熟的一阵施救。 莫胡哇的一声哭喊出来：“先生，我儿还在吗？”吕不韦一个眼色，陈炫轻步飘出，片刻抱来一个火红的襁褓，笑吟吟递到榻前。莫胡瑟瑟颤抖着抱过婴儿，看着襁褓中浑润酣睡的小脸。 风驰般颠弄着襁褓，又哭又笑。陈玄一边温婉劝慰，一边接过襁褓给婴儿把尿喂药。莫湖这才渐渐平静下来。莫湖说：“他一家都是楚国巨商伊顿氏买来的奴隶，父母是伊顿商社的海船苦役，在他八岁那年双双没于海风沉船。小小的他。” 被伊顿市的一位公子看中，要收他做烙印的是他女奴。他说：“只要公子带船出海，捞回他父母的遗骸安葬，他便烙印入世。否则，宁死不做烙印女奴。”两年过去，那位公子并未出海，却见她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便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给她灌了迷药。 给他烙了女奴印记，便在他痛不欲生、不吃不喝、只要饿死自己的时日，也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功夫神奇的黑衣蒙面人破门而入，连杀三名看守剑士，斩断铁链，将他救了出去。这个蒙面人将他带到了陈城郊野的一片密林营地，给他看了父母出海前给一个义商留下的刻画竹简。那片竹简上。 画着一个除了他绝不会是别人的小女孩，旁边画着一片草地，一匹奔驰的黑马。又带他到隐秘的山坳，看了一座奇形怪状的黄土堆，说：“这便是他父母的安葬地，只因没有救他出来，所以简陋葬埋，只等救出他后，辨认而后重新安葬。” 清明时节，打开了坟墓，起开了薄片棺木，父母尸身非但没有腐烂，反倒是大睁着两眼，如活人一般。莫胡哭得死去活来，生生要跳进墓坑与父母同去。若非那个蒙面人死死抱住，有多方救治，他即或当时不死，回来也哭死了。一个月后。 他被那位大哥专程送到了阴山草原，托付给一个灵狐族头领，要头领请一个中原世子教他认字读书。说好他长大了来接他。那个头领叫来了他的一群女儿，板着脸对女儿们说：“他又有了一个新女儿，谁敢欺侮他，就杀了谁。”从此。 他在草原开始了骑马、读书、看牛羊的生活，快乐逍遥中，总觉得空落落的。五年后，那个蒙面人果然来了，问他愿不愿意跟他到中原去。他没说一句话，扑到蒙面人怀里哭了。后来，他知道了这个蒙面人叫金云，密林马队的骑士们都叫他大哥。他心甘情愿的为他们洗衣做饭。 又跟着轮流进炊房当值的骑士修习剑术，金云也是每月一次一日进炊房造饭，与他渐渐便相熟了起来。金云说他有灵气，埋汰在炊房推可惜，兼职叫他单帐居住，只叫骑士们认字读书。很快，莫胡明白了，这是一支护商马队，最多的是。 是四处探听道路消息，最大的事是护送商队不被抢劫。莫胡不甘整日做账、读书、教书，寻找种种借口到金云帐篷帮他料理杂事。实在没事，便跟着赤候骑士们出去探路。他灵慧聪颖，各国各地的文字话语一学便会，竟成了马队骑士们人人钟爱的小通人。后来。 他随着马队到了邯郸郊野的密林营地。有一次，金云问他愿不愿意给他景仰的一个高士做贴身女仆，莫胡只说了一句话：“大哥教我做事，不需问我愿不愿意。”半月后，他跟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到了邯郸胡域。离开金云，莫胡蓦然觉得，自己已经深深爱慕着。 那个始终蒙面的金云大哥，从风经谷南下的时日，他心神不宁，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金云大哥了。北上临别之日，新潮实在不能自已。他终于从空荡荡的苍谷溪飞马冲进了密林营地。那一夜，他缠着金云中夜饮酒，两人说了许许多多的话。 边饮边说，金云终于醉了。他几乎没有丝毫犹豫羞怯，从容脱去了自己与金云的全身衣物，紧紧抱住金云，钻进了大被之中。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